哦，今年呐破料呐好的话，乌鱼子呐要新鲜吼、哦，吸起来拢透光的啦，就像这乌鱼大袂起来，就影响乌鱼子袂大。本来咱三年的会当破甲要八两外九两，到现在已经连续7.8了。那最重要就是刚开始采收的部分、一定要挑最上等的乌鱼卵下去制作。今年平均拢7两外，就做难的咯。